站技艺达人包括 DJ BMX Team， 他们的必杀技是花式 BMX。手刀、武经、蔡国威。哇，威仔，平时着衫已经够型够晒威噶啦，今日仲戴埋个手套，搞边科啊？识乜嘢啊？呢叫安全措施。小韵跟住出场嘅技艺大人咧，会向我哋表演呢个高难度嘅花式 BMX 啊！你咪鬼阻住我啊！真系同我哋练翻转啦，真系。我而家咧唔系话要阻住你，但系你连个前屋都调转咗喎，点玩呢 ？DJ BMX team 嘅成员包括 Cassie、Paco、Ken。三人花式 BMX 技术出众，曾经到国外参加国际性的 BMX 比赛。B 啊 ，DJ BMX， 睇我哋表演啦！Bunny Hop 好似兔仔一样一跃而起。一百八。跳起后，凌空旋转180度，Daniel 加108，以后轮行走，再跳起凌空旋转180度。Big Air 加 Table Top， 利用车台跳起，凌空将单车打侧。Jam Tail Whip， 以前轮作支撑，身躯离开车身，令车身环绕一圈。Ice Pick， 以后轮嘅支撑杆向前滑行。Big Air 加 Drop In。利用车台，一个人向上跳起，另一个人向下跳。Slider 加 Hand Fight， 一个人打侧前轮向后滑行，另一个人只利用前轮向前滑行。360，两个人同时跳起旋转360度。108加 backwards 加 nose manual， 一个人跳起凌空旋转180度，一个人向后滑行，另一个人将后轮抽起，利用前轮滑行。manual 加 back 108加360 Fucky。一个人利用后轮滑行，一个人单轮摆动车身后，再跳起旋转180度，另一个人跳起旋转360度，落地之后急速调转车身。系啦，查实呢个 BMX 系点嚟嘅咧吓？你问我就啱啦，其实 BMX 咧系由越野电单车演变出嚟嘅。嗱，越野电单车喺高低起伏嘅越野赛道上面进行竞赛咧，系非常之刺激噶。嗱，咁所以一直咧都好受欢迎嘅。咁而喺美国啦，60年代嘅时候就有一班年轻人啦，就利用一啲体积比较细嘅单车去模仿佢哋进行竞赛，咁所以就促成咗 BMX 嘅诞生咯。目前 BMX 大致分為五類嘅，喺2008年嘅時候咧就列入為北京奧運項目嘅泥地競速比賽噶，咁亦都有利用咧就係泥土造成斜坡咁進行跳躍花式比賽，仲有咧就係利用模仿街道障礙嘅道具場地進行比賽噶。嗱，除此之外啦，喺半管道型場地上面進行競賽咧，就可以做到一啲花式跳躍嘅動作啦。咁而喺一啲平地場地上面咧，就可以做到一啲平衡啊、滑行同埋旋轉嘅動作噶。哇！頭先睇完你哋有一啲 BMX 嘅表演之後咧，我覺得真係驚險萬分。
賓，好佩服你哋有咁大嘅勇氣。我想問一下你哋三位咧，其實當初點解你哋會接觸 BMX 嘅？當初我係睇咗條影片之後，見到佢踩得好型，之後就開始上網 search 邊度賣 BMX 咁樣，就開始揾到一個網站係關於 DJ BMX 嘅，之後就買咯。原來 BMX 幾好玩喎，咁然之後就 search 香港嘅，其實有冇咧？咁亦都係發現到大家都好 friendly 嘅，其實係即係你一齊玩啊咁樣，咁就開始就買咗第一架單車，就買到依家。咁我住屋村嘅，喺樓下玩啊，咁有啲朋友仔啊踩街車啊，咁有一個又係踩 BMX 嘅，咁我初頭見到啲跳下跳下，好似幾過癮。其實開頭咧，屋企人有冇反對過你哋去玩 BMX 呢個活動？有極力反對，因為我啱啱玩咧，初新手一定好容易整親嘅，咁成日損曬力氣翻屋企，咁屋企人咪唔中意咯。之後慢慢見到咦又好似踩得幾好喎，咁啊幾開心，咁啊開始俾我近踩。咁其實喺練習啊或者出去比賽嘅時候咧，有冇啲難忘經歷可以同佢分享一下？難忘就最近去吉隆坡比賽咯，因為前一年去上海嘅，咁嗰陣時係尾二。咁今係，跟住今次就入到決賽，係第十名，所以呢個都幾難忘。咁有啲咩招數係即係最難嘅咧？喺你心目中覺得？其實好多都係幾難嘅，但係佢BMX 有一樣嘢特別就係、是、你肯練咧。就一定得嘅，咁但係當然大家有個數目嘅，個人唔同，即係天分好啲咧，可能做一百下就得嘅，咁天分冇咁好，但係一千下都得嘅，咁要你肯努力咧就一定得嘅，咁當然去到邊場都有啲係可能係後空翻嘅動作，咁一定要有海面前練啦，咁就香港就暫時未有一個係正式公開嘅海面前練，咁你空翻嘅動作咧就香港車手就比較難練啦，係啦，因為如果就咁真係喺個台度練。受傷啦，咁你如果撞到頸啊，或者跌親都唔好，係啦，就係呢啲動作比較難少少。花式 BMX 並唔係壞孩子嘅玩意。DJ BMX Team 嘅成員熱愛呢一種運動，亦都希望呢一項運動可以得到更多人嘅支持。